为了庆祝和指挥官久别重逢，艾拉准备了一份惊喜。具体是指什么？你说呢？随意挥洒，自由创作。作画时间，艾拉留的精髓，体会到了吗？灵感爆发，画布准备好了，绽放吧！用这份色彩重启未来，属于我们的故事，现在才刚刚开始呢。